太姐没事吧？没有，我换了，换了。电断掉，我们断了。哇！不对嘞，哦，哇，我也好啊，有带水上空间。那把油门窗再去登个，水波油门，哎，水波窗关下锁的。好，现在开始讲，哎，看阿姑那无，无你。我是爸爸，你有听？哎哦，无。你确定啊？我看无。你也在乱投。哦，哎，阿弟阿妹，伊刚分手的那个对象，伊个过，吓，伊个过。下面那里断掉。啊啊哇！然后那边车就没有。这有一个通的。哦哦哦哦。一边拉着，两边拉着，按一下转这边，然后放回去，它才会再拉回来。正常不要让它搞进去。太姐表弟油门线，油门线断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油门线真的是一个是一个，没应该没什么征兆的。
我找一找。啊，狗又停路边了。所以油满线怎么讲，油满线油耗有都有优缺点、啊、电子油满是有优缺点，电子油满就是没有那条线就不用怕断的问题，可是它是电脑要去控制的，控制它那个开度啊，去控制那个你转多少啊，它要补多少的油、嗯、它里面是空的，这你看没有线它是空的、嗯、完全是电脑去判断哎，转多少？它要供给多少油？这样传统油门线就是有那条线在，哦，反正坏了就可以换，就换那条线的，对。哇、哦、哎，总算听到声音了，哈哈。好。哦，那可以正常了，啊，发不得。装载好台山。过弯的哦，大家太太了。你是弄底还是专科呀、啊？我到了，都到了，人员到齐。特滴滴，开西雅尼，他今天走国道，很善啊。我走快速，他走国道，一人一个更高级的路线。我刚刚是走台山下来的，哦，我是骑快速，骑西滨来的，啊，他骑国道，然后哎，我第一轮传西亚币照片我就知道了，然后跟我差不多时间到了，他更快，他十点出门，十一点前就到了。
I 舅舅没有骑宏达叉四的，所以今天入港新耀台就只有两台黄 PT， 阿发的这个 FD 六，还有我的 MT 零。啊，因为我们都是水货车，不是公司车哦，就没有法参加斗阵旗。感谢今天来刷包合照的四个大哥的两马，都他们都骑 MT 的，一个骑零九。在果农之家吃饭嘛，然后就听到怎么背后有人叫阿轩仔，我就我都低调啊，水也低调，水也低调了，还在行，还在踏会了，然后不想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啊什么的。相逢就是有缘，只是我没有贴纸哦，没有做贴纸哦，拜谁啊？如果跑山不熟路况，你就跟着前辈走吧。福利量应该也是，应该可以再高个两档啊，三档，两档三档那起，应该是没过这弯，应该是没问题。你要不像工程级，就是。太神经的那个油门，哇，这个弯转哦。拍一段落，换拍后面。来换看，昌哥。
很阿姑。骑车就是这样，一骑一开始的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每一个阶段啊，一个阶段，骑的路也会越来越广，路线越来越多，判断力也会越来越强，反应越来越强，对一条路、山路的熟悉度也是随着年纪，因为长跑就经验啊，累积经验。慢慢的去提升，这样其实上可能弯都不假，赤手知道怎么弯。专注，非常的专注。我知道。
飞到你了，好你，好飞好飞，好嘞。想换拍阿发哥哥 FD6 他的儿子哦，国龙。三台，两台 Jet 吧，我记得，一台进站，我改得很赞哦，改得很好看。现在以前也是从396骑上来的。我们应该全部将到全员到齐了，总算拍到全员到齐的一刻。骑到高岭啊，有快到了，赶快开到高岭。
回家。有用，你啊，你跟你把它交换起了。他怕我把那个又用掉，那个钢索只是又插进去他那个槽里面扣住而已。啊、扣住了，哦哦。他那些油门是反方向，要往前打。哦哦，是啊，好、哦，哎呦，呜呜呜呜，啊酷，你去掉了吗？你去掉了吗？没得了。哦哦，安不安不？我他他那阿叔一段阿无去，干无去的。哦，哎，恁行，我伫后壁去啊。哦吼吼，哎呦，我卡住了。看防位，我扭一方后翼，我切再切远一点，因为他已经要往这边切，然后你要过来，我当然是再切更远一点过来，然后还没加速的时候，这样你还有一丝生机啊！这也是预判防位驾驶。这样如果他不要切过来的话，那你要也要切过去，你就再画更大一个圆。哦，避开它那个加速那个范围，再挂更大一点这样切，哦，不要再直接这样切一定中。你有在旁边直接切一定中。其实它往这边啊，你再这样直直的过去，那一定中了。它没有停的那个迹象，它这样还没起步，慢慢缓，它还在觉得犹豫要不要过。慢慢的时候，再画更大一个圆过去，这样一个预判防御驾驶啊。
这个位置。好好，这个哪有？